price 原则，嗯，一个几个英文单词的手写 P R I C E，嗯、P 是 protection 就保护，对，怎么样保护呢？现场需要用这个绷带，或者是担架，或者是助行器，这种用这些护踝护具来保护。第二个是休息，平躺，哎，平躺，身体局部要休息。第三个是冰敷，这个冰敷的越早越好。嗯，啊，在用1/3的冰加1/3的水，冰水混合物，0摄氏度以上，10摄氏度以下的冰水混合物，在局部包裹起来，起到止血、消肿、止痛的作用。嗯，最后一个是加压包扎。哦，还有一个 compression 是用弹力绷带加压包扎。这个时间长度是多久？有24到48小时。